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科幻战机集结地，这就是军迷们熟知的南天门计划。南天门计划最早公开亮相是在2019年10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展出了空天母舰鸾鸟玄女空天无人战机的缩比模型。概念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在2021年的中国航展上，玄女空天战机的生产线模型正式亮相。玄女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2022年中国航展上，白帝战机1:1模型公开亮相。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组，让白帝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两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而在现实中，越是超前设计的战机，越是拥有接近科幻的外形。攻击11，我国首款具备隐身能力的飞翼布局无人作战飞机。无侦7，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际应用的采用菱形连接翼布局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无侦8，采用类似乘波体的三角翼布局，装备火箭发动机，拥有突出的高空高速性能，甚至被军事爱好者称为中国首款太空无人机。为什么技术上超前的科幻级飞行器总是拥有特殊的外观呢？所谓外形特殊，实际上就是颠覆传统，或者说与传统外形大相径庭，体现着人类对于装备技术的革新展望。而这些展望在实现的过程中会遭遇巨大的技术困难，比如说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会看到那些飞行器由于高速飞行的需要，会具备这种梭形和极为流线的外观。由于要适应不同的复杂环境，这些飞行器可能会采用变形技术，也就是飞行器的外形会加以改变。实际的工程技术上，这样的设计呢是极为困难。同时人们也希望飞行器能够凭借一套动力系统，既能在大气层内飞行，也可以飞向宇宙空间。这些都是人类对于飞行器的展望。那么人类也希望飞行器能够不依赖跑道滑行就可以垂直升空。更多的时候，影视作品是把各种技术融汇于一个单一的飞行器。实际上，如果真的要制造这样的飞行器，在技术上会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现实中的武器装备同样具有特殊的外观，比如说隐身战斗轰炸机 F-117 在第一次亮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具有多面体连接的一个复杂外形，具备飞行能力，而且能够躲避雷达的探测。 F-22 以及 B-2 轰炸机，它的外形就更是出乎意料。但是这些外形的设计正是由于对于隐身和大航程的追求所产生的。 F-14 熊猫战斗机，很多人对于它的可变后掠翼非常关注，那因为它是一个外形可以改变的飞行器。然而在实际设计中，这种可变后掠翼让工程技术人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它的翼核部分需要设计的非常坚固，它的维护保障也变得非常复杂，使用成本异常的高昂。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